Hello， 大家好呀，又是好久不见了。今天我们来探店一家中医康复中心，是它的位置呢是在新加坡乌节路这边。哦，你坐地铁的话就是索美赛这一站，但是它不是313，它的商场叫111。OK， 也是一个新的地方，我没有来过，所以我打算先在这里面转一下。等一下我们上到三楼去找它，叫国泰中医康复中心。哦，它不是简单的做复健或者是养生的地方，它是真的有医生，中医的医师、药剂师啊、调理师、针灸啊，有很多项目。可能因为最近戴口罩的关系，长了很多痘痘，肝火比较旺盛啊，所以今天去咨询一下，到底要怎样办才能更好的改善。所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它就是在上面嘛，就好像现在我拿一只东西啊，烧的时候就好像在你身体一个距离啊，它通过那个热感啊，跟它的药啊传进去的身体一样。那么啊，你人躲在腔里面啊，里面通过红眼红外线，通过磁共振，这个叫做汗法，让你出汗的。哦，这边有对不对？一点点啊。等一下我跟你按摩完之后就好很多了。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有经验了，按摩就知道。痛！还是有点麻。这边受不了。有没有痛的？你现在感想是什么？我想看一下40分钟之后是什么样的。等一下，我求救你们要进来啊！不要不理我啊！没有，我们放在这边帮你做烤猪，这个是烤猪架，好吗？